哎，我这算什么呀？差远了，在我心里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称得上真正大侠。他为民捐了全部的家产。哎呀，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子。谁呀？她的名字也不同凡响。柳玉。 柳玉茹，啊，他的名字怎么不同凡响了？总之就是不同凡响，他在我心里就是素未谋面的异性。哎，我要是有幸能拜在他的山头，我一定肝脑涂地，愿效犬马之力。哎，你们笑什么呀？有这么好笑吗？ 你见过柳玉茹长什么样子吗？没见。可这有什么关系？她就算美若西施，我也不会对她有半分邪念。若是她真的丑得没法看，那也是不同凡响。只要她肯把我收入门下，收你做什么？你这个人糊里糊涂，为虎作伥，帮助赵三爷那个奸佞小人。 把关乎幽州百姓生存的粮食偷运出去，又高价贩卖，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。你说我为什么要收你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就是柳玉茹。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是南方人，扬州来的。不对呀。 我义姐的丈夫，那是江南首富顾家人士，可你是衙役的妻子呀。我的丈夫名叫顾九三。